主席，我们那个天然气哈，那个大部分都是进口嘛哈，那进口是都是中油在进口嘛，是不是哈？那进来以后，它其实面对的就是第一线就是消费者，所以有一些是会进到我们的消费者，也就是说民生使用上。那这里公共利益当然很重要，但是维护使用者的权益其实也是明确定在这个地方，我想会更清楚。所以我想我想肖委员你们会支持吧。啊，第一条我们修正，啊，我们加入了那个就是照行政院版以后，我们加几句话，维护使用者权益啊，这也是肖委员一直在强调嘛，啊，您大概可以这样可以接受嘛，啊，好，谢谢。